来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天赋变成了任务。
造型特别漂亮，孙俪，孙俪很像孙俪还是小龙女？你赢了，我赢了，你高懂吗？对吗？因为前面都一包而已啊，你有两包，对，比较可爱，可爱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。不要讲小龙女了啊，真的，不要梦幻。对啊，人家都说我像孙俪耶，还想说孙俪是谁啊？就那个咪咪咪那个女的。想到他这种年纪，没有兄弟是谁啊？意义不知道，有没有意义不知道？要讲小龙女杨梦欢的哈，对对对对对，来妈妈走后过掉，我要当杨过，杨过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小龙女是杨过的老婆嘛，对，大家都知道《神雕侠侣》对不对？《神雕侠侣》对不对？《神雕侠侣》，喂，侠侣，来，大家在干嘛？无乐不作，是来跟你介绍一下，这边呢是我们今天的女主之一哈，来我们的这个这个现在神珠的第五等飞光店第五等哈，第二等我们的这个黄田琼妹女士，是这边也是我们的老板之一了哈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第十一等，第十一点的第十一等哈，我们的中红三妹以及我们的中心卫大哥哈，是，所以等一下要记得两边都要走一走好不好？然后朋友要跟着走的就一起走好不好？走嘛，因为我不是辣妹跳舞，不会啊，要跟我走，帮你等我，我跟你一起走，帮你走来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一首《东一玻璃》来一同欣赏，谢谢，来大家这首台语的《东一玻璃》。好，继续。
只有你吓到，我也吓到啊。对。打炮哥哥，打完了没？对，打炮了就先通知医生，有没有？对。我看两个主持人都有两个，让他播耶，热血狂，而且姿势特别丑。放完了哟。放完了哈。好，来我继续。哎，不要放在中间，我会怕。不会，中间那一句，大哥再拿远一点点好了。还有咻哟。前面对啊，要放赶快放完，等一下你又讲说我舞台前面都没有人，都被别人的编号吓到了。好嘞，全部结束了，再来这首，谢谢，再来一首，彩虹的微笑，彩虹的微笑，一同欣赏，我被放到放到我的屁笑。谢谢你和我。